横断歩道の信号、目に障害がある人のために音を出して。東京で去年12月、目に障害がある男性が、朝早くに横断歩道で車にはねられて亡くなりました。横断歩道には、信号が青になったことを音で知らせる信号がありました。しかし、夜から朝は静かにするために音を出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音が出る信号は、日本に2万4000ぐらいあります。しかし、この中の多くは、朝や夜は音を出さ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ます。障害がある人たちの団体によると、目に障害がある人の中には、人や車が少ない朝早くや夜に仕事に行ったり帰ったりする人もいます。団体は、横断歩道の近くに住んでいる人と相談して、朝や夜でも目に障害がある人が渡るときは音が出るようにしてほしいです。と言っています。警察は、近くに住んでいる人の意見と障害がある人の安全の両方を考えて、どうしたらいいか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と話しています。好、もしもし、大家好。哦，那我们来看今天这篇。横断歩道。哦，横断歩道就是那个斑马线哦，横断步道有没有？我们要过马路的那个步道哦，哦，我们台湾叫做斑马线哦。信号，信号就是灯号啊，那灯号就是红绿灯啊，哦，所以在这个哦斑马线那个红绿灯有没有？哦，那个灯号有没有？信号是灯号，一般是指红绿灯哦。那这边指的是这个。只是斑马线旁边会有这个暂停还是可以走的这个灯号有没有？没你修改个阿鲁哈，修改个阿鲁就是有障碍啊，就是有残障啦。那没你修改个阿鲁是什么？眼睛有障碍的人，就是眼睛视力有问题的人啦、啊、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一般是这样讲哈，没你哦，在什么地方修改个阿鲁哈，在什么地方有障碍哈，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齁，那我们有比较礼貌的讲法有没有？叫做 “mega 不自由”哦 ，“mega 不自由”是比较礼貌的讲法，眼睛不自由 哦，比较没有那么歧视的讲法哦，好、哦，那、比较稳的讲法有没有？好，有视力修改齁，哦，视力修改就是视觉上的障碍齁，就视障齁。那哪一个最哪一个是礼貌哈？这个 mega 不自由这个是最礼貌的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那 many 修改个阿鲁希多哈，眼睛有障碍的人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人。No， 他 many 哦，他 many 是为了这眼睛看不到的人。auto 哦 ，dash de 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哦，这边 auto o dash 就是。那个 dash 是他动词齁，那 auto dash 是把声音弄出来。那这后面是什么 ？auto dash 的 kudasai， 它的 kudasai 是省略的齁，所以说，请发出声音哦，说你这个马路的这个哦，这个斑马线这个信号有没有？这个红灯就停，绿灯就走，没有这个，哎，然后这个哦，要为了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人，那请你们要发出声音齁，就是说。哦，就是，哦，那个，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同胞走到那边的时候，就说现在可以走，然后他就可以走过去，有没有？哎，那或者是什么啊？现在不能走，然后就不能走过去哦，这个东西哦，啊，因为盲人他们看不到嘛，所以要用声音，有没有 ？Tokyo 哦 ，Tokyo Day 在东京 ，Kyonen 哦，去年。哦，12月齁，去年12月
Many 小盖嘎阿鲁丹塞嘎哦，丹塞嘎有一个眼睛看不到，有眼睛有障碍的这个男性。哦，嘎是强调对象，强一个眼睛看不到的男性。阿萨还要哭，就是早上很早。哦，阿萨还要哭，你是在早上很早。哦，丹后斗的哦，在这个斑马线普鲁马尼。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字哈。然后这个字叫哈内鲁哦，弹出去的意思，弹飞撞飞的意思哦，弹飞撞飞。好、哦，那我们现在改成被动哦，库鲁马尼哦，尼是对，被动的对象用尼，所以库鲁马尼是被车子，哈内拉雷鲁什么？被车子撞飞哦，被车子撞啊，哦，这就翻被车子撞。哦，好，那你这边是。看一下，然后这边变推行哦，然后加下一个，后面的纳库纳鲁是过世哦，纳库纳鲁是过世，所以有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被车子撞以后，然后就过世了，然后就走了哈、哦。嗯，打和哦，好，オダンホドニワ在这个斑马线，信号が，好、哦，信号我们指的是红绿灯哈。哦哦，或者是那个哈、哦，那个灯号有没有？アオニナダコド。哦，这个红绿灯已经变成绿色了。哦，好，这个アオ有蓝色跟绿色，那红绿灯，红绿灯是绿色，不是蓝色，有没有？所以アオニナダコド哈，这个什么红绿灯已经变绿色了，然后变绿色就是可以走嘛。好、哦，オトデ，オデ是用声音。希拉塞鲁，希拉塞鲁是通知，所以用声音来通知。那用声音来通知怎么就是怎么讲啊？啊，就是啊，现在绿灯了，您可以走了。好、哦，信号がありました哈，有这种红绿灯哦，有这种可以发出声音的红绿灯。哦，在这个就在那个绿灯的时候，它会通知你说可以走这个红绿灯哦。しかし、夜から朝は哦，但是从晚上到早上，西兹卡尼死如他梅尼吼。好，我们看一下吼。好，形容词加动词吼，就是去做什么动作吼。那我们一形容词是去一加苦加动词吼。一形容词是去掉它尾巴后面的一，然后加个苦哦，然后加动词吼。好，譬如说早一点，很早起床哦，还要哭 OK 路哈，原本是海鸭椅，然后去一加哭加动词，所以海鸭哭 OK 路哈，还要哭 OK 路，很早起床，哦，早一点起床，很早起床。那你那形容词，那形容词加你加动词哈、哦，那形容词加你，哦，加动词哈、哦。好，那我们这边是西之卡，哦，西之卡是那形容词安静，那我们加个你加动词，所以加个你加死路。哦，死如是动词，那死如是人去做，所以喜之卡尼死如是什么意思？啊，人要去把它弄安静，哦，人要去把它弄安静，哦，所以尤鲁卡拉阿萨瓦喜之卡尼死如他美尼，他美尼是为了哈、哦，为了就是说，哦，就是那个半夜啦，还是那个一大早哈、哦，为了要把它安静嘛，哦，为了要把这个那个红绿灯的那个什么啊，现在是绿灯，您可以走了，哦，这种通知的声音把它弄安静，有没有？好，音を出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哈、哦，所以就怎么样，音を出す就出声，那音を出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就不出声了，哦，就不让这个红绿灯，哦，可以出声，有没有？音が出る哈，哦，出る，自动词出来哈、哦，所以声音出来的，有声音出来的。信号は的这个红绿灯，日本に在日本，你慢永生。哦，古拉伊阿里马斯，在日本这个有声音的红绿灯有24000个左右。しかし、この中の多くは哈，但是这里面多く很多哈、哦，这里面之中很多有没有？阿萨呀、夜鲁哇哦，早上或者是晚上。オドダサナイ哦，就是不出声哦。ようにしています哦。
尤尼史都是用成什么样子？以前没有这个样子，后来用成什么样子？哦，所以可能就是附近有太多邻居哦，这个红绿灯附近有很多住户，他们抗议，所以他就晚上跟白天哦，人家要睡觉，他们就怎样，就不让他出声，就把那个声音关起来。那幽灵鼠就变成这个样子，哦，修改跟阿鲁希多他吉诺单胎哦，什么哦，这个身体有残障人的团体有没有？就是这个身障团体你要鲁托是句型哦，根据这个身障团体，many 修改跟阿鲁希多诺那卡尼瓦，在这个眼睛有障碍的人之中哦，希多亚库鲁玛加斯库奈。哦，school night 是很少哈，人还或者是车很少的。阿萨还要苦，哦，好，这个阿萨就早上，还有就很早。那阿萨还要苦是什么？就早上很早，哦，就早上很早就凌晨呐、啊，哦，可能3、4点或凌晨哈、哦，就是，呀或者犹如你斯科多尼意大哦，意大利卡意大利哈，或者是在晚上要去工作的，哦，塔利食物有时候怎么样，有时候怎样，有时候。有些人是晚上要去工作，可能上夜班，或开塔里，或者他晚上回来的。Hidomo imasu 哈，也有这种人哈。他说有一些眼睛看不到的人，他可能是凌晨呐、啊，或者晚上他要去工作，还是要回家、哦，有没有？单台湾，欧单活动呢，只靠库尼圣的一路 Hido 偷是汗哦，收单是得是商量哈、哦，那汗。他们要商量哈、哦，跟谁商量？好、哦，和什么人商量？要跟哦住在这个斑马线附近的人要商量。阿萨亚犹如 demo 哈、哦、，demo 是即使你早上或者亚是或者晚上，many 修改个阿鲁 hito 哈，就是眼睛有这个障碍的人。哦，瓦塔鲁是过河过马路哈、哦。哦，这边是米基欧瓦塔鲁哈，就是过马路。所以，哦，这是有眼睛有障碍的人，他在凌晨还是晚上，哈、哦，他要过马路的时候，哦，talking 的时候，odoga deru，odoga deru 哈，可以出声，哈、哦，你那个，哦，红绿灯可以出声，yo ni suru 哈、哦，好，yo ni suru 是我们这个句型翻尽量，哦，尽量让那个红绿灯出声。那么呢，后面的 te hoshi 是什么？想要，哈、哦，想要别人干嘛？哦，那你前面食物变成什么？是的，哦，所以想要让哦那个附近的住户跟他们商量哦，商量说你们可不可以尽量让那个哦没有那个红绿灯可以出声，偷一 day 嘛是哦，好，所以那个身障团体跟身障人士是希望你们晚上不要把红绿灯的声音关起来，哦，不然对那个。看不到的人，他们是很危险哦。警察哇，吉卡库尼圣德一路黑洞哦，no 他哦 no 伊肯哦，住在附近人的这个意见托，修改个阿鲁黑洞 no 安全哦，还有这个有残障的人的安全。留后是哦，两方哈、哦，两方就两边的人哈、哦，两边看该的哦，所以警察说哦哦。哦主持多动作吼，组织警察，那留后看开一点，他会去考虑到两边的人，哦，就是为了附近的住户跟有眼睛看不到的人吼，两边都要去考虑。多西达拉伊卡吼，多西达拉是怎么办哦？怎么做的话，伊卡是比较好啊？怎么做比较好啊？我们要 Kimedai 哦，好，Kimedu 是决定，Kimedai 是想要来做决定。To omoimasu 哦，他们是这么认为。To hanashite imasu 哦。所以这个警察他也是，怎么讲？警察他也是很为难哦。警察就是，哎，他要问两边意见才能决定。其实警察他也没办法决定的。OK，好、哦，好，那我是有想到啦，哦，就是这个，我想到一个方法啦，哦，就是，哦，就是这些眼睛看不到的朋友哈、哦，他们可以装一个感测器，哦。那个工业感测器，日文叫做 sensor 哦。你们可以装一个什么感测器 ？sensor 就是感测器哈、哦，感应器哈、哦。然后可能就是放在这个皮包里面，
然后你那个红绿灯也撞一个，好、哦，那当这个什么这个眼睛看不到人靠近红绿灯的时候，它变成蓝灯的时候，它可以发出声音，好、哦，发出现在您可以过这个红灯了，哦，它可以，哦，它可以发出声音，哦，这样的话，哦，他们那个看不到人，他自己听得到，有没有？那他也比较不会去吵到别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哈，英文叫做 sensor 啦哈。好，我们看一下 sensor 哈，sensor 就是那个感应器，有没有？它、啊、这个 light 头是灯哈，还有一些光的感应器哈，像光的感应器有没有？哦，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单字哈。我们在那个我们在那个水龙头哦，那我们手过去的时候，我们遮到它那个红外线的那个光了没有？红外线我们人看不到那个光，然后它这个水就会自动打开。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去那个便利商店，然后它那个哦便利商店那个门有没有？它会自动打开，那个就是有装这个 sensor，有装这个感应器。然后感应器用最多的就是这个，用那个红外线的灯光的最多哈。那有一些可能是温度，有一些可能是声音哈。好，哦，啊，这个字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这个字。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好，谢谢收看。